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上期分享了位于中美洲伯利兹的 Water Caye， 今天再分享两座该地区的小型私人岛屿 Rainforest Caye 和 Zama Caye。 Rainforest Caye 位于伯利兹南部彭塔戈尔达海岸附近，拥有令人惊叹的白色沙滩，周围环绕着珊瑚床和小型珊瑚礁系统。这座占地37英亩的岛屿周边海水清澈，有丰富的大海鲢、梭鱼和各种鲷鱼等，也为潜水、浮潜、钓鱼和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创造了绝佳的条件。与此同时，岛屿中心到处都是热带植物和树木，包括梧桐树、椰子树、鳄梨、本土番石榴、芒果、酸橙、香蕉、野生甘蔗和红树林。该岛是古玛雅人用作沿海贸易路线的几个岛屿之一。1000多年前，玛雅商人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王朝，树木之间依然隐藏着玛雅珊瑚建筑的遗迹。在海岸带管理计划中， Rainforest Caye 被认为是一个适合小规模生态旅游或住宅使用的地点。它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也很便利。该岛是永久产权，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260万美金。Zama Caye 是一座非常独特的四英亩热带私人岛屿，距离伯利兹南部16英里长的著名海滩度假小镇博拉什奇亚的最南端不远。从博拉什奇亚小镇乘船15分钟便可到达该岛。岛屿周围的水域是完全透明的，拥有壮观的活珊瑚和丰富的海洋生物，是潜水和浮潜的理想之地。你也可以选择在适当的季节到水里去捕捉龙虾。Zama Caye 的现有设施包括一个48英寸的柴火披萨烤箱和大型烧烤架，一间一居室的岛屿风格小屋，室外客用浴室和员工宿舍。岛上配有柴油发电机、雨水储存和化粪池系统，以及一个直升机停机坪。由于离大陆非常近， Zama Caye 对食物存储容量和工作人员住宿的要求很低，因此也节省了不少运营成本。无论天气如何，客人都可以安全轻松地往返机场或大陆，方便进出。客人与员工的紧急医疗需求也可以得到及时的满足。更重要的是，海岸警卫队驻扎在不到1英里外的隔壁岛屿，安全性得到充分的保障。这是一个建设精品度假村的理想地点。目前的开发建议包括建设18个水上小屋、单独的跳水池、餐厅和烧烤区、水上运动中心、活动海滩、游泳池和水疗中心。这座已开发的 Zama Caye 也是永久产权，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425万美金。这类岛屿在伯利兹通常不会出售，因此对于度假胜地开发商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投资机会。如果你对以上两座私人岛屿感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